gente. Seventeen.
friend. Alan Buffett.
20. Forty-nine. 56.
Six. Twenty on the frame. I
muito bom. Forty-one. 54. 62. 70. 85. 93.
table. From this, shut it on the 9, and double 4. Chapter 9,
4. Four.
3.球迷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星期五台球频道为您带来的2016斯诺克六红球世界锦标赛的赛前导示。首届六红球比赛是2008年在泰国曼谷举行，主办单位是亚洲比利运动协会，当时的比赛名称为斯诺克六红球国际赛，最终是沃顿以大比分8-3击败了宾汉姆，夺得了冠军。次年的比赛名称为斯诺克六红球大奖赛，2009年之后正式更名六红球世锦赛，其中2011年停办了一年，更名后的六红球世锦赛共产生了4位冠军，2010年塞尔比，2012、2013马克戴维斯连续2年夺得冠军，2014年马奎尔折桂，2015年首次出现了亚洲选手会师决赛，最终塔萨亚将冠军奖杯留在了泰国。本届比赛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丁俊晖、塞尔比、宾汉姆、沃顿、佩里和威廉姆斯等前16球员，其中当属宾汉姆出勤率最高，七届比赛全部出席，但最好成绩是2008年的亚军，不知本届能否有所突破。中国选手除了丁俊晖之外，去年决赛中不敌本土选手塔萨亚的梁文博和中青小将袁思俊也将参赛。赛事举办方于8月3日在泰国曼谷进行抽签仪式，共48名球员参赛，分成8个小组，每个小组的前4名晋级淘汰赛。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分组情况，卫冕冠军东道主选手塔萨亚分在 A 组，该组还有2位职业球员马克戴维斯和罗德劳勒，以及3位业余球员。业余球员中值得关注的是德国新星卢卡斯·科尔克斯。至于 B 组，有古尔德、霍尔特、宋沙瓦德和中国选手梁文博，希望梁文博能有好的表现。 C 组由丁俊晖、米尔金斯和戴尔领衔，比利球王前斯诺克职业球员阿德瓦尼也在本组。 D 组有在六红球历史中战绩辉煌的沃顿，还有吉尔伯特和沃拉斯顿3位职业选手。 E 组世界冠军宾汉姆携手瑞恩戴及前亚洲球王瓦塔纳出战，此外前职业球员达伦摩根也将参与本组角逐，这位50岁的老将
在前不久的李家大师赛中发挥出色，闯入了半决赛。那么本次比赛又将有怎样的表现呢？我们拭目以待。 F 组有2016世界公开赛的亚军乔佩里，以及迈克尔·怀特和泰国球员桑凯姆。 G 组有2014年六红球冠军马奎尔、金左手威廉姆斯和中国小将袁思俊。 H 组高手包括现世界排名第一的塞尔比、比利时天才布雷切尔和马修塞尔特。比赛将于9月5日至10日在曼谷会议中心进行，前三天是9局5胜的小组循环赛，小组积分前四名的晋级淘汰赛。淘汰赛第一轮和第二轮采用11局6胜，森林决赛和半决赛是13局7胜，决赛是15局8胜。本次赛事的总奖金和去年一样，是800万泰铢，冠军奖金250万泰铢，亚军100万泰铢。球迷朋友们，星期五台球频道2016斯诺克六红球世锦赛赛前导视，我们就介绍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16.
22. Chapter 4, I'm Toffee 5.
29. Thank you.
監督。13.
26. Seventy-three.
96. Six. Seven.
12. Top your box. Twenty-two. 38. 39.
46. Sixty-four.